一个是包商行肖建华的，一个哈商行那个什么毛阿敏的老公叫什么，那兄弟俩的，然后就是河南的河南商行，就是河南金融诈骗帮董文彪、张海、李友，还有河南的徐家印，然后东北的就是盛京银行是核心，然后再往下一牵就该直接到了上海银行、兴业银行。兴业银行上海银行一个大岛，它是在南京商行这些上面更高一层次的，玩的更大。然后就是招商，招商这些银行，招商就是在海外做信用担保的。然后就是中国的各大基金，包括嘉实基金，什么晋商银行，哎，不是，那我还差了一脚。然后就平安集团，平安集团的可民生，然后邮储银行，哎，这夸夸夸夸，就这一定的，因为它是个螺旋式的。之前就告诉你了，行长会死，行长的家人也会死，行长收钱都是通过家人收，一定会很多死。招商银行这个老赵是谁的人？是原来跟吴晓辉有勾结，后来跟张宏伟有勾结，而且这小子是建行体系王岐山的人啊，两三个月以前了啊，他身边的人都跟我有联系。然后这平安银行的事儿，就是单伟建搞的事儿，平安银行就是原来的招商银行这帮人，包括单伟建，最后你看单伟建会死得很惨啊，很惨。因为他是王岐山啊、康点啊，包括这都一起的。那怎么跳楼自杀的一定给他扔下去了吗？谢志坤自杀前你知道给家里边留言记录说什么话吗？说你们永远要记住不要让孩子回来，宁可死在外面都不要让孩子回来。给家里留言中写了几条，结果他家人竟开，第一个中共党员，他在骗共产党，中共党员，我是党的人嘛，我是党的公司嘛，听党的话嘛，多么的卑劣啊，无知可耻。你看看这个小子赵永志，这个刚刚的在招商银行内部讲话，忠于习近平，一切听党的，所有的招商银行就为党保驾。你看刚刚这个两三周以前，新年要在这个贷款上，在这个房地产，特别是房地产，跟徐家印好的一塌糊涂，包括那李思廉、张丽、傅立成好的一塌糊涂，包括和盛创展，整个的招商是大银行，超级银行，肯定完了。